南加大 USC 的建筑系，当时呢就是对美国的学习都不是很了解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呢也会有一些 struggle，就是比较有些会适应不过来。然后呢到了十年级的时候，我的成绩就有所下滑，我妈就带我来哈佛全方位，所以就说特别谢谢哈佛全方位所有的老师和所有的 counselor，让我梦想成真，考上了我的 dream school USC。谢谢。我是来自中国北京的一个普通高中，中国传统高中的学生。我是在 freshman 的时候来到了加州，然后就读。当时第一年的时候成绩不太理想，然后呢就找到了 HS2。当时参加 HS2 的时候呢，首先参加的是他们的作业辅导课程，对我帮助非常大。在短时间之内呢，提升了我的这个各科的成绩，然后呢，在第二学期的时候让我达到了全 A 的这个目标。除此之外呢，HS2 对我的帮助还有在 counselor 这个方面，像申请大学时的对我的意见，对我活动的这些意见之外，还有修改作文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。我最后呢是决定去 UCLA，被录取了大部分的这个 UC。最后决定去 UCLA，major 在数学，非常感谢 HS2 对我的帮助，然后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也加入 HS2 这个大家庭。我得到了 UC Berkeley、CMC 还有其他 UC 的 offer，然后在选择哈佛全方位之前，我对申请大学的过程还有注意事项不太了解，但是后来通过跟顾问的沟通之后，我就清楚自己要干什么。进了许多大学，比如说 UC 伯克利、UCLA、南加大大，还有艾默利大学等等，所以我非常感谢哈佛全方位对我的帮助。那我们是通过我们的邻居，知道哈佛全方位，因为我们的邻居，他的两个孩子就通过哈佛全方位的辅导，就一个去了 Cornell，一个去了那个伯克利，所以呢，我想他的推荐是对的，因为我们觉得就是美国的一个升学系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，然后它包括 GPA 的一个硬件啊，那还有很多就是那个活动啊，一些软件，所以其实我们家长是十分的不了解和陌生，那幸亏有那个哈佛全方位，他就全程在那个九年级到12年级的时候，他就给孩子就是引导这一步一步的该做什么东西。因为我们孩子，然后呢，在那个今年的那个申请，然后就收到了，同时收到了伯克利跟 UCLA 的一个admission，所以呢，我们孩子跟我们全家都很高兴，因为伯克利一直是我们孩子就想去的学校。所以，哈佛全方位帮他和我们家庭圆了这个梦，非常感谢。我今天很高兴和各位家长在分享，我女儿刚收到NYU School of Tisch 那个 early decision。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SH2，因为我真的走过了一路走过来，如果没有他们这么专业的帮助和爱心，的一路的支持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女儿能够进入这么有竞争力的大学和专业。我想来这么多这么2年以来，我每次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每一个工作人员到 counselor 都是非常耐心、非常专业。他们不代替孩子做事，他们引导孩子做事。我们这2年跟 SH2 这个经历呢，让我非常感觉到，如果我还有第二个孩子，还有一个小的，我马上会把他送来，因为这第一呢，能解除家长的很多烦恼。我们可能都在不同的行业，可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孩子交给这些专业的人，交给这些有爱心的人。而且孩子最关键，很关键。如果让我们大人教孩子做一件事，他会讲：“妈妈，你懂吗？爸爸，你懂吗？我不愿意做。”可是他们这些 counselor 和孩子之间是 they have connection，所以这点非常非常关键。我每次让我女儿做事的时候，她也在 drag，但是 SH2 counselor 让她做事的时候，她就会做。他们是孩子的朋友，是孩子前程中不可缺少的，一个好的引导，好的指导。所以我真的是
会愿意分享给那些孩子还将要升学的家长，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为孩子送一份好的礼物，让孩子有更好的专业人为他们服务，让他们进入理想的大学。谢谢。我也接触过湾区几家那帮忙学生做升学规划的教育机构，在我评估之后，我认为哈佛全方位是最好的。在目前他收到 Princeton 的入学通知，那之外还有那 University of Chicago、 Caltech、 UPenn、 Duke 还有其他的学校，对这整套指导我认为非常满意。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是美国最大教育顾问公司之一，成立于2002年，致力于改变学生的生活，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成功潜力。我们提供全面、量身定制和无与伦比的教育服务。请记住，我们的经验很关键，您的大学申请结果最重要。